半夜隔着都唱出来。很潮流，迪哥，准备挑战。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嗯，不行，脏。方向，相张。前方，三二一，走。是这样的，没有准备的时间，一来就不香不香张，太难了，我觉得。开始，本队的第二次挑战，准备开始。酿过油的大海，那个洋娃娃。不香不香不香张，张世界就没童话。漂亮，不香张。所以将要惩罚的是我们这边三位。三二一，走。这个游戏很可怕、啊。刚才，那我要怎么按啊？你干嘛、啊？不是我喊的声太大了，笑对了之后我就。我被你逃掉了，差点进去了。我就一直在盯你。果然是你，因为你就很，但是有没笃定，因为他十个郑云龙比你还紧张。那我印象还是深刻。你看到没有，郑云龙？对，更紧张。但是龙哥真的嘴角都……郑云龙，他有一点小飞。我觉得下一把肯定是你，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这样排除着来，不然的话很容易。其实是谁啊？尔康。那么多，但他可是他男主角很。我们准备三，就他们俩都开始，他们俩都放在你面前，你还要答别人吗？不准确，不尔康。懂了懂了，你在团队里是舞蹈担当，跑调可以吗？跑调有点过分了。他这样就不对了。好，那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来。他名字是对的。对对，尔康和紫薇，你等一下，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好，尔康和紫薇是对的，但是你是风儿，我是沙不是导演设定的歌曲，导演会设定一首 OST。Oh my god！ 风里听到你太难了，要为我遮风霜，我不要风霜。有一个姑娘。是有一个姑娘吧，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这个我太想唱了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来播放，就在这瞬间，我们现场播放的视频都会基本是跟大家有关系的视频。好，然后没有，我这彩排题是怎么？今天是来了妖精吗？我们都是靠腰的。对，这一排的腰的话，我腰不行了，快不行了。又不行了吗？快了快了，老了快。活动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没有看你背后是谁。对。对吧？对。一般高可能还好。